星张钧甯、河南星张翰因为拍《温暖的衔接时》，两人在剧中的好默契让 CP 粉频频敲碗，希望在戏外也能成为情侣。继日前有粉丝向媒体爆料两人同游南韩后，三日又有大陆自媒体接获爆料，整理一串恋爱证据，就是要两人凑成一对。爆料博主批抛出张翰、张钧甯五月底同游南韩的粉丝投稿，里面将日期、下榻饭店照片一一比对，甚至连微博、Instagram 的关注都细心留意，点出张钧甯与韩星高俊熙、崔元素突然互相关注。当中高俊熙在大陆的业务是挂在张翰工作室底下，因此网友瞬间将关系联想在一起。粉丝不断爆料张翰与张钧甯交往，只不过早在七月底张钧甯的经纪人就否认绯闻，无奈叹粉丝脑补太夸张，而他本人听闻后也大笑回应。而张翰方面虽然没有公开回应，不过在七夕时张翰工作室曾发文，今日份的单身汉快来暴走。